就是那种，就是好不讲话，不讲话，不讲话，但是其实不到半小时。我觉得他就是很有智慧，不然这件事情我们两个都有错。你错49，我错51。大家好，我是尤安顺，3月31周的人在大荧幕跟你相见了，记得要来看。嗨，我是士林，希望3月31号请用行动支持做工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天心，我是新加入的成员，在里面呢，我饰演方律师。因为他很聪明啊，他不跟我吵啊，然后我就要道歉啊。他很有智慧，他很有智慧，因为先大声，先上来，脾气上来就输啦。所以先生是冷战型，不是冷战，他很冷静。冷战是我不跟你讲话，他不是，就是啊，在他们看看。发生什么事？对自己看你，那我这边一直表演，没生气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就说，然后他就说，对，他就说你放下去，好，那先5分钟不要跟我讲，放了。然后就会觉得啊，就会每次他都很聪明，对。真的好像发脾气就输了。对，然后呢，就最近是他更厉害，他就是很厉害，想说，因为每一次都是我先上来，情绪上来大声嘛，所以就要道歉。然后就是最近一次是，哎，我上情绪上来，他也情绪上来喽，哎呦，我们两个都情绪上来，那到底是要谁道歉嘛？好，那是第一次，我觉得我们俩就是那种，就是好不讲话，不讲话，不讲话，但是其实不到半小时。他就是很有智慧，不然这件事情我们两个都有错。你错49，我错51。哦，那也蛮厉害。而且他是生气的，他是有点动怒这样子，不是开玩笑，你就是说是，他就是，但这次很明显就过台阶了嘛。这个借学一下。因为其实对，因为人去道歉那些是很难的，其实很难。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无趣的状态。没有，其实现在就是为了小孩啦，就是但没有伤心的话。傻子。而且对小孩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小孩就是他，要不然他要参加学校的一些校外活动啊，干嘛的？那有时候，比方说那一天学校校庆，我也去参加了，请了假陪了他一整天，早上8点都去啊。那学校有义卖活动啊，我们就帮忙去做啊，就是这些事情，重大的事情我们会参加啦。不会跟他硬，不会跟他硬碰硬，对，不会，因为就是有改变嘛。对，跟姐的方式。那你是会离开这个空？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两个吵架，我们两个吵架，你会走出那个门吗？会。啊，不可以哦。我会，可是因为他不可以哦。没有他，女生会生气哦。可是他出去要进来了，就没事了吧？对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不行。对。真的吗？不行，很伤心。逃避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没有，就是，但是不可能，什么就走，我的意思不是走掉，可能是5分钟，对，然后他自己会知道我现在，就是可能走，反正你也走到客厅，就是发脾气归发脾气，他知道自己现在我，就是我回什么他都会不爽的，对。我是害怕到我没有 line。大家都觉得很奇怪，真的吗？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之前就一直听啊，我在吧，就是所以我一定会有电话号码嘛，这样子对啊，要不然其实我就是我怕我笨，因为之前就是说什么烂不要乱点，就是你乱点连接你就是什么就什么小额，就对不对？就听过网络银行，我没有，他们去 ATM 不是去银行的柜台。这样子最安全哦，我就是那种没有啊，可是你是拿着钱去买去那个，对啊，那是戏嘛，戏。